大家介绍一个哈、哦，你除了会有范本之外，请问各位，你会不会在简报里面有用到照片？那你拍照片的时候，如果万一拍到，就是比如说你有人拍了，然后旁边有一些不必要的，那怎么办？比如说你在简报里，有时候你可能要放照片啊，可是我在拍照的时候，刚好有人从，走过去是比较没办法的哈，但是就是说你可能主体旁边也许有一些可以不想要的东西，那你怎么把它去掉？就是你可能还在学一些影像处理软体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不用，来，我们请各位看一下，在这有没有一，对不对？载入原本有没有一个卡在这里？好，我们看二，你呢就告诉他我这里不要，然后就看三，就不见了，这样可以吗？那这个呢，你不用任何软体，为什么？因为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在剪方面还是需要用到照片，好，你可能会放进来，那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先处理好，我们再把它放到我们剪报里面。好，那各位呢，你可以就是在网络上随便找一张图也可以，或者是说，透着这边好了哈，来，你看这里有这个照片，对不对？没有，照片不见了。不过这个太小张哈，没关系，我按右键，你可以另存图片，有没有？好，按右键把这个图片把它储存下来。好，我放到我们的里面来哈。OK， 那么现在呢，待会你可以到这个网址哈，来，我们把它变大一点，你看一下哈。这个网址在这边，有没有？webintent.com 好、哦、，with intent 好、哦，像这样。那么这个呢，我先做一次给你看。有，在各位的简报里面有，好像是在第几页？我可能要看一下，14页。好、哦，所以说那个，你可以稍微看一下，然后呢？我现在呢就做一下哈、哦。首先第一个动作就是你要把你的照片把它载入进来，好、哦，把照片载入进来。那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左上角这边哈、哦，在这里有没有一个叫做 load image？ 有哈、哦，这个 load image 把它点一下，点一下之后你就可以去选择说，哎，我的档案在哪？像我刚刚找到这一张，哦，找到这一张，我让你开启。好，有没有看到的、哦？不过真的有点小。好，那么现在这一张进来了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告诉他，我第一个动作就是要把我不要的地方把它怎么样，跟他讲，好、哦，跟他讲。那假设我这个地方不要，这样太大。假设我这个地方不要，那我就跟他涂一涂就好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可以来涂看看喽，你看哦。在这边哈，你在底的上面，你看这里有没有？我们把它涂掉，有哈？没有，你就直接用就可以了。它预设就是一支笔哈，在这里，那笔的大小在这边，有没有？笔的大小，好，这里有一个25，有没有？好，那我现在这样涂好了，我就可以让它 intent， 请他帮我做一下。第三个步骤就在这里。有没有发现不见了？那个学士帽突然不见了，有没有？那好像比较简单哦，对不对？其实如果我们拿比较大张的哈，我再找一个那个比较大张的给你看一下，你会发现说哦，原来其实还蛮好玩的，因为这种东西这样的服务我们在网络上就可以直接做了哈。那比如说像我在这边，这里有这个影像处理的，好。练习档，好，这里哈、哦，我把它变缩图，可以看一下，有没有？这里有一些花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新色的。那假设我要这一张，把它叫进来，可是这一张很大哈、哦，那
我就先把它稍微缩小，有没有上面有放大镜？好，我们把它稍微缩小一点点，这样有看到了对不对？这个花如果你不喜欢怎么办？对，涂掉。你如果太小，你就把它变大只一点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涂看看哦，有没有？这样有没有涂？有哈，来，我就先稍微涂一下。如果你涂了一次，然后做出来效果不是很满意的话，哎，你可以再就是再涂第二次、第三次。好，那如果这个你涂的不好，你按叉叉，可以重新再来。好，比如说只是单纯的上面这边，我觉得这样子效果不是很好，或者说哎自己错了，那我就稍微这样涂一下。好，就按 intent。因为这张比较大，所以它要一点点时间做。有没有不小心就拿掉了？这样有没有很简单？有哦，赶快来试看看。你可以上网找一张图片，也可以用你自己的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请各位试一下。因为这个照片的处理哈，我们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，可是至少像这种不用软体的，你可以把它学起来。下次你找到那个网站就可以了，那个网址在这边哈。在那个十四页的样子，对对对对，有没有？刚刚忘记一件事情了，如果你通通都做好了，你在这边有没有一个磁碟片存档？有没有？好，这里有一个磁碟片可以存档，这个，好，这个你就可以把它储存下来，这样它就会告诉你说，哎，你要存在哪里？好，你把它点一下，这样它就会有一个那个存档的对话方块在等你哈。好，还在跑。好，等一下下哈。所以软体现在慢慢的会比较聪明一点了，而且你会发现说这种都是所谓的云端的，也就是你都不用任何软体。好，它会有比较多一些特化的功能，就是说，哎，你可能就是在网络上就直接完成了。好，有没有？那就存档，就可以，他就问你要存在哪边。好，这样没有问题了。